Hello， 老铁们，大家好啊！这里是越南胡志明，这里是胡志明的展会啊，在第11郡。今天我来过来参加一个展会，过来看一看啊，我看看这边的展会有多大规模，然后里面卖啥的。今天是一个建材和那个家具的展会啊，过来看一看。这里面搭着大棚，这里是越南胡志明的第11郡的一个展厅啊。他这边展会就这样了，这个不是最大。最大在七郡那边啊，我进来看一看。今天是建材展，家具啦这些啦都有，固板啦，家私啦，这还有，这是油漆啊，是不是？涂料啊。我以前在广州做生意的，每年都要参加琶洲展会。越南最大的展会在第七郡啊，这里是第11郡。是个小展厅啊，过来看一看他们卖什么东西。这个规模很小啊，跟广州那边比差很多。现在越南疫情很严重，能来参展都已经很不错了。这是有马桶有卫浴的啊，装修的。展会嘛，是一个找客户的一个渠道啊。可以，你是品牌公司的话就可以入驻。哇，这个智能马桶，太阳能灯。行不行啊？这里是做卫浴的啊。哇，这个是太阳能热水器啊。这个水净化器系统啊，卖床垫的，哇，这个吊灯好漂亮啊！啊，这还有燃气灶，什么品牌的不知道啊？厨房用具啊，做卫浴的比较多啊。木地板啊，复合木地板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风扇啊，风扇。哇，这里还有隔热板呢。这个是隔热板，厂房的隔热板。隔热瓦。家具装修开关啊。今天的展会基本都是这些东西，围绕着装修方面的。扫地机，这扫地机卖多少钱呢？这是啊，1000多万，3000多块钱。这有点工艺品。越南这边房子用太阳能的热水器比较多。厨房用品。做那种瓷砖卫浴的老板呢，可以来这边开个展会啥的，过来看一看，找找客户的。看来这边的生意比较好的就是做这种卫浴的啊，做卫浴的摊位啊，围的人比较多。好漂亮。嗯，这还有红木家私啊。哈哈，这个雕工可以吗？哎呀，看了一个同行啊，他卖小型车的，我那个都是大的。他这个小型拉货车。我这都是大型的叉车地牛。这里有卖那个电子锁的啊。
这里700多万啊，这2000块钱啊，这个门锁2000块钱行不行？这个还有电子锁，这个500多啊，然后可以连接手机的是啊，那个700块钱左右，行不行？一个500多，一个700多左右。是坐皮沙发的。这里有个美女。哇，这个还有个坐凉亭呢，可以吧？这是做工具的啊，电钻什么的。哇，这个可以。这是乳胶床垫啊，越南的乳胶床垫。哎呀，可结实啊。看一看。哦呦去，这个厉害了啊，这个机器是做家具厂用的，肯定是啊，做木制品的，切割板材用的啊，这个板放在这里。我喜欢看车展啊，这里头还没有车展了，还没有到车展的时候，有车展的时候过来拍一拍。如果机器设备展览的话，我就参加了。啊，我是做机器设备的。哇，这个工艺品啊，这个很漂亮。这可以吃块糖吗？给你一块糖。是真鱼假鱼啊？真的啊！哎呀，这鱼缸可以啊！这是做大门的啊！哎呦，按摩椅，nice。